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大家请坐。各位学员，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各位同心同志，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潘信行，我是潘信行。我今天的课是这个司法，司法。喂，在还未进入这个课程以前我想要用一些时间来讲有关最近在那个中兴新村发生的这些事情做一个那个我个人的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二天我有打电话给美国在台湾的相关的单位啦我就不便说出那个单位出来会熟悉的人跟他讨论啦就是要请教他他对这个事情他的看法是怎样他跟我说这真乱来啦他是强调说谁人去拿美国旗去拿美国旗去侵占人的那个办公室这是一种那个恐怖行为啦恐怖的行为啦你拿提美国旗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会给人一个误解说美国政府是在鼓励台湾人来独立建国啦因为日本讲哦，因伫内底就是讲啊，这台湾这个土地是阮的啊，所以我要甲收倒转来哦。这是台独的基本的想法就是安尼啦吼。安尼你佫加美国旗，就变成讲是美国咧鼓励台湾人民安尼做啦。其实大家拢了解讲，迄个美国一再的。标示就是台独代表战争到底是什么战争另外还是一个战术啦我跟他说很多话啦但是我就是跟他用头前他说的这段话我来做一个分析啦做一个分析第一就是说他这是一个恐怖行为啦恐怖行为就是恐怖组织嘛，恐怖组织嘛，你虽然是伊是无牙武器、无牙枪、无牙迄落但是这嘛是算作一种的准恐怖行为啦，这说得通嘛，伊做这个代志是违法，这是没有话讲，违法什么法？违反就是台湾关系法啦，违反就是这个台湾关系法。是安那？我来分析一下。第一，这个台湾，这个中华台北流氓政府，伊在台湾，这个代志，伫美国军事政府，伫台湾的军事政府。正式宣布收回代理权以前，什么叫做代理权？我想在座各位大概拢已经真清楚了嘛，因为因来，迄蒋介石来，一直到即嘛，还是一个代理权安尼尔啦，伊无主权啦，伊是一个代理权。代理啥人？代理美国嘛，美国的这个军事政府，因为这是占领的。所以一定是军事政府，军事政府由阿伟正式宣布，讲要代理权要收回以前，
这个中华台北在台湾这件代志是合法的嘛？哦，这各位应该是拢会当了解。你还未甲宣布以前，伊都是还阁犯法啦。虽然咱台湾人是足，伊是合法啦哈。虽然台湾人是足切哈，恨不得伊早一天阁等于伊的迄个金门妈祖哦。但是啊，美国政府、美国军事政府还未宣布以前，伊还阁是合法的。啊，伊是合法，啊，你去甲占伊的所在，就是你无合法嘛。哦，所以这迄个逻辑就是安尼来，就安尼思考。啊，伊是根据美国是军事政府是根据啥物，和英军伊来继续代诶代理诶这个权，伊有法院。伊个法官都是啥？都是台湾关系法嘛。台湾关系法写啊真清楚啊。伊继续做都是台湾东局嘛，算授权被授权伊做台湾的东局，管理台湾代理美国嘛。所以你即马违法就是违着这台湾关系法。啊，台湾关系法呢，就是美国国内法嘛。哦。啊，这些人啦，因拢是美国人，迄坐里啊，迄拢摕美国护照的啊，哦，啊，我唔是美国人，我无了解美国的迄个国情是啥款，我袂当讲哦，因等于会安怎，我这我无资格通讲，但是我有一点会当讲的，就是根据我熟悉这个人。伊所讲的话，我会当个判断。伊等于伊这个组织会去予美国的相关单位，甲定位做台独准恐怖组织啦。哦，这是绝对走袂去的，因为伊伫台湾发生的每一项代志啊，伊拢爱向美国报告呢，拢爱汇报呢。哦，啊，美国那边的总部才好，根据因各地因的迄、那个，迄个得到迄个 information， 啊，才来做判断，做诶判决安尼嘛。啊，我所以讲，我相信，因这个组织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个迄、那个犯法的，迄、那个恐怖组织啊，而且是从事的是台独。哦，啊，台独，告诉你，台独的时候，美国就向后转呐，马上就向后转呐，也无得插伊啊，哦，啊，这到尾都无去啊，听讲已经开始咧乱啊，内部啦，哦，听讲是安尼，我是无，我刚才听讲尔啦吼，这是迄个题外话。啊，因有讲嘛，迄电视嘛有甲讲，因后壁啊，照因讲后壁有足大诶，迄个力量那个支持啊吼。但是因这个动作做出来了吼，我都甲证明讲，啊，迄无啦，迄好笑诶啊，迄就是好笑。伊那是真正有后壁足大诶力量那个支持诶时吼。伊那都爱家己亲身，家己去安尼去甲人拼去，去讲抢人诶迄落诶办公厅啊，遮都安尼，即款是头啊，都安尼舞吼。迄个有诶是嘛偷家人啦哈，啊嘛是安尼咧做啊，哦。你只要你那后边那是真正啦有真大诶迄个力量的时阵吼，都是像伫遮呢，大家吼，你家己自强起来。好人看讲，袂使，这会使哦，会使啊！我这，哎，安尼会使，还是讲啊，还佫袂使，还佫继续个。咱接着只后领去吹安就好啊嘛。迄就是后边有更大的迄个支持力，吼，一个必然的迄个现象啦，啊啊！我这个代志，我都讲到这为止，哈。讲到这为止，啊，过来就进入这个课程吼，司法与行政，啊，
过去呐，捌听过我的课的人吼，伫迄个初级班啊、高级班的时阵吼，那捌有听过的时阵，应该知影，我是一个体育人，我是体育人，100%的体育人呐、啊，哦，我参加三届亚运呢，哦，我带三届亚运，我是总教练呐，哦。哎，奖章哎，国光奖章一等，那个金奖、金质奖章啊，六年黄金做的那个奖章，我嘛有啊。哦，那不是讲人人有的，嘿，不是迄、那个。所以我是一个体育人。啊，为什么？起码来咧讲这個行政咧，换这个司法咧。哦，当时。秘书长，伊甲我讲，潘生，啊，你来接这个司法委员会啦吼，司法委员会，迄东西是安尼吼，啊，做召集人啊。我以前我想，头壳这所想的吼，甲即马在座各位，恁头壳这咧想遐吼，拢同款啦。啊，佫惊，佫加一分吼，惊吓咯，讲哇，啊，这个司法这个物件。我都不晓啊！啊，谁人要叫我来换？哦，啊，那刚创了歹去啊！啊，迄落无做官，无大件啦，我你都爱代志刚创歹去吼，迄未看你噻吼。所以我个报告，报告秘书长，我一点啊司法的背景都拢无。哦，啊，我意思是要个提要个提掉啦。啊，秘书就甲讲，哦，就是因为你无司法的背景，所以才要叫你来换。安尼，哦，这款想法都真迄个哦，真新的想法啦，哈，非常新的想法啦。啊，是安怎？那有什么？安尼，都因为我无司法的背景，所以才要找我咧，哈。啊，秘书长，我进一步我甲他解释，因为。司法，你若司法背景的人，你当时你迄个肩膀上吼，承受真大诶迄个司法界诶一个迄个包袱啦，一包袱啊，什么包袱啊？我要进一步请教，伊讲吼，司法界迄是一个专业诶一个所在，吼。啊，人并不是讲足济，但是咯，因人因之间呐、啊，有足停停打打，吼、哦，停停打打啦，停停打打诶、這個，即个吼关系啦，譬如讲老师学生的关系啦，哦，学长学姐、学弟学妹的关系呢，哦啊，同班同学咧，同级咧，司法官训练的时阵咯，诶。同期的，佮顶一期的，下骹的一期，啊，佮上来因家己的亲戚朋友，大家咯，全拢是做伫司法的内底啦，这都是因的包袱啦，迄无法度避免的。哦，这咱大家拢会当理解嘛，吼，大家会当理解。啊，就是因为有这个包袱，有这个包袱，吼、哦，所以呢，伊当这个要有一个改革，要来做一个改革，还是要做一个处罚，还是要做一个迄个弹劾等等的代志的时阵哦，这个要执行的人哦，手伸未出去啦，还是讲伸出来个球都倒来啊？因为伸出来啊，哎呀，啊，迄个阮什么人？哎，我刚办的呀、啊，哦。啊！我老师打电话给我，哦，迄我学生呢？啊，你迄落小想小个小纠结，哦，安尼就是这款的情形难免会去发生啦，哦，一定会发生啊！我有一篇我伫欢迎咧，我都甲一熟识迄个律师吼，啊，迄个律师就讲。哦哦，你要对要食饭哈啊啊个啥？哦，
甲检察官啦，甲迄检察官，我哎干么？伊讲，哎，我同学呀、啊，迄我同学呀、啊，啊，同学先啊，袂使食饭，但是你一个律师，甲一个迄、那个、迄、那个、迄讲迄个案的迄、那个、迄、那个法官，而且还是检察官，要做伊食饭哦，这个里面就有一点那个不太无啥合理的迄、那个、迄、那个所在。啊，就是因，这就是迄个关系吼，停停塌塌吼，所造成的，一定的造成的，吼、哦，啊，这个司法的一个迄、那个基础，就是伫这款的凝固者侵了吼，慢慢啊，腐蚀，这个基础都崩起，啊，吼、哦，啊，咱大家拢。真了解这个司法界是什么款嘛？哦，这个司法界啊，伊咱大家定来听下来讲一个迄落恐龙法官有啊？哦，这恐龙法官呢，大家拢耳熟能详嘛？哦，而且法官，这个恐龙法官，伊敢是讲阴暗困困的，明仔爬起来变成恐龙？哦，无可能嘛！伊这是年久坐深，几十年来的慢慢啊，一步，为一个小事啊，讲啊，慢慢啊，都因为安尼关系，食到甜，食到迄落，吼啊，慢慢啊变质，啊，一直啊变成中小恐龙啊，变成中恐龙啊，变成大恐龙啊，甚至于老恐龙嘛有，哦，啊，就嘛。去抓到啊，好不容易抓到吼，啊个抓出来，后边对一看，哦，中恐龙、小恐龙，哦，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一大堆啊，啊，这款呢，这就是变成一个迄个共犯结构啊，这共犯结构哦，一定是。凝固结心所造成的啦，哦，啊，请问啊，你司法院的负责人，您拢唔知影吗？您拢唔知影有这款的代志吗？其实，咱为迄个报道上面哦，咱就会当知影，真早人都咧注意啊，啊，伊嘛去用注意去，也跟你嘛知影，但是个注意是咧注意咧，因为。那我爱去个根基，还是个揭发，因为啊，迄个阮同学啊，我顶多就是迄个道德劝说尔嘛，哦，啊像这款呢，凝固结心，啊人差不多拢是伫这个环境内底啊，慢慢啊，都组成这。造成一挂这款的恐龙法官呐、啊，哦，啊，迄个共犯结构的产生啦、啊，啊，就是因为你无这个包袱啦，啊，你去是犯这个司法的时阵哦，你都无顾忌的啦，该当爱安怎就安怎，无迄落讲。因为什么人也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唔敢不好意思，还是唔敢，还是去受命令讲袂使？诶，迄款的情形发生，该做就做，该处分就处分，该安怎就是安怎。哦，这款的情形之下哈，才有法到将这个司法的这个公正公正啊，迄个清明的这款的司法哦，才会当照顾个救倒转来啦。都是爱恁在无这个司法的迄个司法界这个迄个包袱的人啊，来做这个工作，唔是要叫你去做法官的代志呢？法官迄是专业的物件，法官伊咧判过来是啥物人都拢袂使去个干涉呢，哦。那是司法官，是属司法官的。啊，这个领导官呢，就是司法委员会的啦。
哦，伊司法官伊咧法官伊咧裁判，啥物人都袂使去甲干涉。哦，但是伊个判决出来的时阵，就可受公平嘛，就已经可受公平嘛。有些有一款物件吼判出来吼，哦，我迄实在是感觉讲足。甲这社会的价值观哦，完全拢无共款。啊，伊就是运用一寡迄个技巧，文字的技巧。哦，偏偏一个案件，贪污的案件，两个人。啊，这个是啊个无迄个对价关系，啊个无确实掌握的时阵。啊，另外一个是讲。这个已经哦，确认伊就是一个贪污，啊，叫同一个法官来判，啊，判的结果，伊会使将这个对价关系啊，个未确认迄个人，甲判无期徒刑，吼、哦，啊，这个已经是迄个贪污已经确定了，啊，伊会使想一寡迄个。技巧，什么叫做大水库啊？哦，大家捌听有无吼？大水库啊，啥？哎，竟然将这个人讲判去了，啊，无罪啦，啊，无罪吼。而且这个吼，这个可受公平啦。哦，啊那是一般，你那司法界，拢总司法界是喏，大概是啊，不要公共的尔啦。那就像即阮即款呢，无司法背景、无司法包袱的人哦，阮就开始就要来认真要来个了解讲，伊即款的判法的伊基础吼，伊的迄个公正性，会当来个对查。哦，最近嘛发生的迄个贿，迄个唔是贿选啦，迄个就是。贿赂案呐、啊，贿赂案是真歹抓呢，真歹抓啊！真歹抓的时阵，啊，你若去甲抓到的时阵，你搁甲绑住啊，伊呐，甲伊的迄个对手吼，甲伊的迄、那个哈，道康也摆手套啊，啥去叫道康去讲一下安尼，啊就发迄个检察官你就无机会啊！啊，但是现天伫个办公室内底去找着500万呐、啊。哦，一个办公室，伊家己办公室内底有500万。请问各位，恁有啥物人讲伫办公室内底藏500万的有无？然后有啥牙酒？我讲卖看好牙人偌济。哦，无咧，即内底有好牙人足济呢。我所知影，请问有几位好牙人哦？吼，伊讲我讲办公室内底讲去藏500万，迄500万都是袂使藏到银行里啦。迄都人送来咧，啊！你即马就随时甲提去银行的时阵哦，啊，拜那那刚才关落去查吼，啥物人为银行对一工提出来，啊，迄工吼，啊，伊就啊，相关的数字就寄去另外一个银行，所以就藏到迄个外口一世界安尼藏，哦，一世界去藏啊，所以哦，听讲唔是干那只500万啦，讲一世界加200遐几百遐几百呢。但是咧，法官伊就会使甲判讲啊，伊未串证啦，未串证，这是奇怪咧。哦，啊，佮讲咧，伊未逃亡啊，啊，住伫家人啊，啊，惊人下步都讲啊啦，对吧？啊，讲因讲啊未啦，伊未啦，哦，啊，从那个放出去，啊，放出去，你啊马上。马上說，哎，500万，有人咧承认讲，迄是伊的政治现金，哦，串证嘛，哦，但是啊，你无证件啊，但是我会使怀疑吧，啊，那安尼算哦，唔是干那怀疑尔，开始就爱有，哦，有在爱合法的动作开始爱进行啊，当然这里才会当，这嘛是有牵涉到一寡迄、那个。哦，所谓，保密的问题啦，还是讲迄个，
那个人权的问题哈，但是我边啊有一堆的，法律的专家，还是法律专家，伊来协助我，啊，我来领导安尼尔嘛，我来领导，讲爱安尼做，啊，你有安尼在做，有安照安尼在做无？安尼，啊，爱安那做才合法，啊，就安那时，因拢是内行的，我才。我的旁边的那個助理什麼時候都是合法的，所以他說你不用怕啦，這你不用怕啦，你沒有那個專業沒有問題，但是除了這樣以外，就是要看他們有那個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啦。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啦，將來我們台湾民政府的这些政务官吼，大家拢爱培养着迄个独立思考，对是非判断有家己有迄个自信，诶，迄个能力啦吼。啊，所以伊后来介绍给我的一寡我的同事吼，我的同事拢是年纪拢有较大，拢有较大啦。哦，啊，较大的原因就是讲吼，你。人生的经历足丰富啊，吼、哦，已经足丰富啊！啊，你要有迄个独立思考的迄个能力啦，袂讲你因为经验无够，所以你无法多做迄个独立思考，还是讲迄个对是非的判断哦，迄个模模糊糊啦，哦，模模糊糊。哦，这拢是伊咧考虑的啦，啊，所以我的同事内底拢年纪有较大，年纪有较大，啊，年纪较大以外呢，有一个迄个较缺失的所在，就是讲哦，迄个动力较无啦，年纪较大嘛，动力较无嘛，啊，后来伊个进一步就是有一寡较少年呢，四五十岁。哦，啊，就无，这因嘛是同款嘛，有真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是啊，伊就靠迄个创意，哦，靠迄个创意安尼，哦，来弥补这较老的这人啊，哦，迄个创意的不足，哦、啊，即马佫开始，佫有一挂新的，佫个年轻的一辈，年轻的一辈，哦。啊有专业知识诶，就是司法专业知识，哦，一开始过去吧。啊，这少年人哦，有一点好处就是啊，电脑足强诶，哦，电脑足强诶。啊，我心嘛想需要就是一款诶，电脑强，哦，啊有这个专业背景诶一人，哦，啊加入我这个阵容来滴安尼。哦，啊，在座各位，假使那是有机会讲，你对这个司法单位哈、哦，这个司法委员会的工作有兴趣的哈、哦，啊，你会使甲秘书长自我介绍，哦，啊，但是无一定讲你家己讲袂吼，啊，伊都有啦吼、哦，这是无一定啦吼、哦，啊，有适当的人吼、哦，啊。一百安尼，哦，啊，即摆也阁有差不多正十个人需要吼、哦，需要诶、欸，我是希望讲我爱电脑爱好啦，电脑爱好啦，哦，啊，一个专业知识啊爱好安尼啦，这是迄落伊阁进一步吼，伊咧甲解说，啊，现在我爱我。出来欢吼，因为除了讲哦，我是迄个较早啦吼，咱有较早哦，我伫2006年买的时阵吼，都对咱的秘书长安尼啦。迄个时阵也讲没有台湾民政府啦，迄个时阵就司法，不，他福尔摩沙华丽建国啦，哦，也没有这个场所，什么都没有，就是。到处流浪啊，到处看有地方啊，就去演讲啊。有当时演讲嘛，拢正十个啊呢，啊都在遐咧演讲安尼吼。迄个时代啊，吼、哦，
啊，所以我甲秘书长，阮常常有迄、那个有迄个机会吼，啊，你互相诶讨论，回忆过去的代志安尼吼。所以以前我这个人的个性吼，小可有一点啊、那個，迄个路见不平吼，路见不平的迄款的个性啦，啊，你看伊我今麦较不爱讲啊，因为老啊。那好，因为我常常有这款的现象啊。我提一个，我以前我讲一个的代志啊，吼，就是我吼，伫我退休啊，2002年退休啦吼。迄时我是参加迄、那个迄、那个釜山亚运吼，我是中高二年啊，落来了吼，我不爱，我受不了了，拢爱伫做赢，一期拢逆我呢，哦。啊，少年的教练哦，我拢尽量互因转去嘛，可怜啦！啊，娶某也无外久啊，啊，佮有囡仔细汉，拢互因转去，算就拢我24小时伴的啦。哇，那啊佮吼，定来爱世界各国爱去异地训练呐，足惨的呢。因为哦，少年时代来去外国吼、哦。去也袂忝，转来马上就佫是进入状况，拢袂忝。到尾啊吼，迄、那个去澳洲一撮转来吼，迄个时差2个月才调整过来，2个月，所以讲知影讲老啊，无多啊，所以啊，我迄阵退落来，退来啊，我以前我从来吼连派出所我都毋捌去过啊，派出所先生看我毋捌去过啊，哦。但是落来了啊，阵都哦，只是讲你惊花你啦，只是讲你惊花你啊，哦，拢总煎熬三年的时间，啊，这哦，这不是讲我为非作歹，强过啊是安那，不是，我是伫一个社区内底吼，伫是社区内底，我担任迄、那个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呐，哦，主任委员啊。啊，即类吼，即款的工作拢是迄个，无时间啦，拢无薪水的，并无薪水的啦。哦，最大的福利吼，就是一个月开一摆会的时阵哦，啊，迄个杯水吼，在你啉啦，没有限制。刚唯一的好处就是安尼尔啦。哦，啊，咱即马即一个社区啊，迄个观念拢伫哩建立起来吼。啊，一个社区吼，那成立的时阵哦，即个建商哦，伊若要退出的时阵哦，伊都爱好即、這个迄个社区的管理委员会吼，爱一个基金，依法哦100%啦，哦啊，所以一个社区内底拢哦，迄个管理委员会一开始就有几百万的迄个一个基金啦。啊！即逐个月收迄个管理费啊，存呢啊，就放落，再个放呢，慢慢累积啊，吼！啊累积啊，讲啊，搁一个法定的数字啊，都爱停起呢，哦！啊，迄拢嘛，几百万、几千万咯，甚至有迄大峡谷的几亿个嘛是有啊，所以有引起一挂迄个不少的人吼，因为主目要来提这个钱呀，哦，要来提这个好处。啊，这个管理委员会哦，有一个现象，就是现象的无人爱插啦，尤其是少年的，遐无人爱插，遐也无钱，啊，规工伫外口安尼吼，迄个事，迄个，安尼无闲啊，要害啊，转来就爱个管理这个管理委员会，爱个开会，爱个爱签什么种啥。所以拢无人爱参加，啊！即款的人哦，就是利用你即款的心理，所以伊拢加入即个管理委员会，哦，不但是安尼，非常的认真，啊！我伊都加查起来做即、這个主任委员嘛，啊！因啊，都我下卡，哦，看啊，我来做迄个财务的啦，吼、哦。啊，无做迄个监察的啦，啊吼，监察委员啦吼，啊，我就想讲，我因拢足认真的呢，暗时哦，半暝嘛起来甲管理员哦去巡逻呢，我想哇，这好人哦，啊呢吼，
好你做，你做，你做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迄、那個、监察委员啊，啥呢吼？就是权责委员呐、啊，迄叫做权责委员。啊，我这个主任委员呐、啊，我都来做一个做太平主任委员就好啊嘛，代志拢免管，恁去管就好啊。哦，我拢免插代志。我啊，对于你做的代志啊，坦白讲，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我闭一只眼就是无看嘛吼，但是睁一只眼那个眼睛哦，我是怒目金刚呐、啊。其实我是安呢，我有咧注意过，哎，啊那呢怪怪，啊不来小这款型的，啊我就去逼迄个总干事吼。我阿伯，啊，因伊个总干事哦，伊这家的人呐是无透过这总干事哦，伊也无法度去摕到这钱，是啊，遐好处。啊，这个总干事啊，伊啥物代志拢知呀，但是伊唔敢讲，唔敢讲，伊惊伊也无头路去。哦，啊，所以哦，我拢唔知道，但是去我发现着了，我甲逼，甲踹一个。一个所在啊，直个逼，咁咪伊只家己承认讲啊，都迄、那个伊受什么人，什么人安怎安怎啊？我讲安尼有你有什么迄确切证据啊？哦，你提我一个有这白纸写黑字的证据啊？我怎伊怎提我啊？我听看了我啊，这白纸写黑字啊，啊确认啊，即嘛当个开会的时阵哦。我怎啊吼？甲宣布，甲因洗头咯。哦，即个管理委员会无人咧洗头咯，都咧叫人来做都咧维护啊，啥物各人洗头咯。哦，啊，我无管你啊，因为这是毒虫啦，怎啊甲洗头咯？哦，啊洗头咯了时阵，哦，因就足不满来啊！你等人啊栽咯嘛，这就等人啊栽咯嘛。吼，个动作，刚才是迄个，刚才是迄个歹人啊，吼，安尼啊，到尾阮社区哦，形成两个派啦，有伊个小部分有人嘛是看到伊啊遐认真哦，爱去支持伊，我有大部分的人知影讲哦，这人是咧安怎，啊，我是咧保护安尼，啊，为迄阵开始哦，就咧开始行法尼啊。我第一个惊翻你吼，诶，什么理由你知道？多多吼，母亲节啦，母亲节啊，我想讲，阿边怎啊，这母亲吼，社区374号啊，一定有374个母亲嘛，吼，最少嘛，吼，啊一个人嘛，都爱一号和一支迄个康乃馨啊，意思啦，吼，啊，我就去找我熟悉迄、那个。迄个议员呐哈，我讲我你母亲节到啦啊你我社区374号，你给我400支的迄个康乃馨，好不好？我、哦、伊当然欢喜哦，这款呢伊当然绝对爱啊，所以吼、哦、人送400支来，啊送来吼、哦，迄种为红啊红啊加起来尔嘛，啊你规个牙去哦，人唔知要歹看，所以去募集一挂迄落爱心妈妈吼，迄、那個、志工来啊来整理啊，哦啊用迄玻璃纸包包咧啊，哦啊才送伊每一盒，送伊每一盒啊，甲讲啊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哦啊那有个人都去上班就找无啊，无都无要紧，拢无诶，拢总甲藏到管理室，哦啊迄、那个管理员哦，啊那有看到迄拄下班咧，讲哎、欸、你。伊有这无啊？无咧，这提等于安尼啊！伊个农庄发完为止嘛。结果个迄阿妹孙哦，个迄阿妹孙哦，派出所来咧叫人啊，讲要谁注意啊？啊就我都去派出所，讲什么代志啊？伊讲啊，因咧告你讲迄、那个你侵占，讲我侵占啦，讲什么侵占？讲伊。大家拢有迄落一支康乃馨，啊，是安那阴谋，安尼啦，哈哈，哦，阴谋，讲我侵占啦，哦，我讲叫我的爱个回去咧，
我讲你回什么事的？莫名其妙，我把插下来，我咧我都要等你啊！阿姨那个派出所要求讲爱三连单，大家要知影哦，三连单哦，都是要过啊，都是要过啊，真正啊，派出所嘛无多甲古抓啦，虽然就是狗屁倒灶的代志啊，哦。警察嘛知影，但是伊安尼要求因无可以嘛是袂使啊。惊伊讲，人家讲以此案嘛，哦，啊所以可以，啊伊就提这个三人第三人三人单单去甲法院去甲告啊，去甲告，告讲这个主，我的主意，迄落甲侵占，哦，啊有法度啊，调单来啊，哦啊出庭啊，哦迄是刚迄落刚才庭啦吼，啊我们是就去啊。慢慢的爱去啊，无去，到时就真正的去，家己去到啊，通知，啊都去。咁啊，连迄个好，迄个捐出来的迄个议员哦，嘛爱去做证呢。哎妈呀，爱去请假，伊嘛爱去做证呢。哦，我对迄个议员足歹势啦，有够歹势啦。哦，啊，但是即款的代志哦。感觉官嘛是安尼一样化葫芦安尼哦，但可能。大代志安尼，落去办理，到尾来讲，哎，接到不起诉处分，哦，不起诉处分，啊，像这款代志应该是各家为止嘛，对不对？各家不是，一个起诉，一个起诉，哦，起诉，啊，我都起诉，起啊，都叫叫上门的，哎呀，那样，嘛是叫安尼个，到尾啊，加迄个完了，不起诉处分，哎，给迄个议员嘛，去两办。哦，也去两摆，啊，我上会记的时阵，我第一摆去的时阵哦，入去哦，啊，一大群的人，大家拢对我去啊，要给他支援就对了吼，要给他支援。啊，但是哦，迄个监察庭哦是侦查不公开嘛，哦，是干那我会使入去尔。啊，伊哦，伊请律师呢，伊个请律师呢，哦，所以讲这是有迄个集团呐，伊是一个集团。伊因为比别个社区已经去食着甜啊，你知？啊，即卖都迄社区钱都食啊差不多啊，即卖佫找新的社区啊。啊，阮区咧，阮社区咧，随小再去碰到即款的人啊。吼啊，讲即款的代志，请律师啦。啊，请律师哦，哦，啊，我第一遍入迄个监察庭哦，会惊呢。我讲会惊呢，吼。讲话皮皮喘，他小个也皮皮喘嘞，讲话佫会夹字嘞，哎，这都是司法，迄个去司法庭哦，然后有这个经验的吼，啊是头一遍的迄遍哦，一定是拢皮皮喘，哦皮皮喘，惊讲唔对话去嘛，啊，就是安尼吼。啊，即嘛，因为分做两派嘛，啊，两派咧开会时喏，哇、哦，安尼都安尼热啊，安尼冤家吼，哦，大声骂，啊，因拢有去录音，啊，咱也唔知呀，啊，即嘛哦，啊即嘛为着伊个录音，啊，才叫律师看讲，啊，这个会使甲告，这个会使甲告，啊，当这告遐告遐就，伊迄个董事长伊讲。我遮哦，若我甲告一个赢吼，大家都拢倒去啊，大家拢倒去啊，哦，啊，迄个总干事有听诶，偷偷来甲我讲伊讲即个话，讲好，本来就是讲无爱啊，像你安尼讲个时阵，哇，安尼来使好，听你听个到底，啊，阮大家哦叫来，大家讲，大家都好，互相收听啦。合同修订啊，大家哦，免请律师，拢家己出庭，因为律师唔知影你社区的代志，迄个家伊的啥，嘿，伊无了解，所以法官啊问啥时阵，有当时啊，怎安尼无法度赢，但明明赢的时候，变个输去啊，哦，大家拢家己亲身去咯，计是讲要写迄个证状吼，证状吼，你写，迄法官看落会讨厌，哦。啊！你请律师去写安尼，哦，几千块啊，请伊替咱写，啊，咱讲啊，伊替咱写安尼，哦，结果是安尼。啊，出呢吼，那出庭的时候，大家拢支持啦，大家拢到位啦。哦，虽然有诶法庭，
有诶迄个检查证就袂当入去，你发现就会使入去啊，大家都遐较济啊。啊，你看到家己诶人吼，啊，就较袂惊嘛，因为啊，迄对手啊，伊拢有读书诶，伊拢有读书啊，吼、哦。啊，安尼吼，前后拢总三年啦，三年内底吼，前后三年伫第二年内底，我有一年吼，第二年吼。去出法庭啊，都是安尼，大家互相安尼竞争哦。去法庭哦，六十几遍啊。我看，那律师哦，一年走法庭六十几遍哦，这律师嘛，叹气啊，哦，叹气啊，啊，走六十几遍，一礼拜哦，平均一遍外呢。啊，所以哦，有当时啊，会去冲突的呢。这个庭哦，啊调啊，迄、那个庭啊，调时间同款啊，啊都爱。这边去请假啊，那边迄落安尼呢，都爱安尼。啊，捌一边我调到迄个，有一天调我去啊，我这里去吼。哎、啊，法官讲对不起啊，潘先生，我们调错人呐、啊，调错人呐、啊。哦，这个代志，我们的书记官哦，太忙了，调错人了、啊。啊，很抱歉，很抱歉。哦，啊，你要留下来也可以，你现在离开也可以。哦啊，有这款现象啦，吼、哦，啊不，一摆吼，一个迄个公诉法，公诉检察官吼，爱公诉刷，啊，就出来辩诉，啊，我多辩诉，啊，伊就讲，啊，恁是海月呀？我是啊，我是海月啊，哇、哦，真有名，我那海月假期哦，足有名迄东西呀、啊，啊，就只是干么都拢在操化你嘛。啊，报纸啊，咧顶啊，就啥呢？哦，但是哦，安尼了哦，这三年了哦，我都袂甲法官咧讲话时喏，都无迄落皮皮抓，袂皮皮抓，甚至甲法官安怎哩呢？有一摆是去迄落新店的迄个简易庭啊，哎，法官哦，足烦呢，烦甲呢，安尼一工哦，几啊十件啦。啊，拢小件嘛，你也是简易庭嘛。啊，小件哇，伊足烦的啊，因为法官吼、哦，感觉官司，咱讲起来也可怜呐、啊。伊所听的吼、哦，拢是迄、社会内底黑暗的一面的代志嘛。伊一在上班到尾下班哦，拢都是咧听的嘛。所以吼、哦，伊烦啊，烦的时候哦，啊，阮伫下骹唔在是咧讲话啥，嚯，当场都，你在讲话，你在讲话，叫你出去，哦。我的看看哈，我不必你叫，我自己出去可以吧？我安尼啊，已经有这款呢，尴尬法官呢，迄啰，我也无干嘛，不是啊？伊是讲，伊哪安怎？我免你讲啊，我家己，因为我听袂落啊。出去外口，迄个法庭了吼，迄门口吼，拢有迄个意见箱有无？啊，内底拢有放迄个法官。去投诉法官啊，是检察官的迄落款投诉书有无？啊，我贴一张起来，啊，再过去等于门口遐吼，啊，多个，啊，迄个法官哦，我会看到啊，哎呦，哦，这个个个呀，我贴一张迄落投诉书，吼，就那确定落来，唔敢过安尼乌白骂乌白话安尼迄落啊。哦，这咱个回想讲三年前哦，啊，讲话皮皮出的情形啊，起码敢变啊呢。哦，啊，我这哎，我迄、那个，我这个 group 哦，这个 group 有一个迄、那个，哎，我邻居哈、哦，伊也够进步啊啥哩呢？入去个法庭哦，个法官讲，你法官是这样当的，哦。真正呢，各位恁唔相信呐？我若无解释，恁绝对唔相信呐。那我嘛唔相信。刚刚你法庭家法官讲，你法官你是这样当的，安尼啦。哦，啊，我只好解释一下。迄个法官吼，啊嘛是同款，遐个人去告因诶告我这个同事因太太吼，我因太太甲告啦。因为啊，伊开会出来了，骂这个太太哦，骂个足歹听啦！哦，三字经、四字经、五字经，拢有啦。啊，我拢伫边啊，拢有听的嘛。好，哥哥，哦，
安尼较高啊吼。啊，迄、那个法官看了讲，哎、欸，啊，这都、個、这都、個、真明显的啊，吼、哦，啊有证人啊，有啥证言啊，有录音录影。啊但是伊请迄个法官，无请迄个律师吼、哦。哎呦，好朋友呢，是伊这个法官好朋友啦，嘿。啊，咱唔知呀嘛，啊，伊即马就是入面吼，啊，即马就讲啊，你什么人啊？哦，你大律师，你哦，大律师啊，啊，个公安啊，这是我的好，过去是我的好同事，现在是大律师，嘿，讲完听啦，讲我甲伊是好朋友呢，我咧讲啥，恁大家较迄落咧吼，较细致咧吼。啊，阮大家心里有数啦，啊，心里有数啊，啊，刚才伊怎啊，伊安怎，伊先讲哦，伊那判了时喏，伊这个律师吼，律师的委托人一定输嘛，一定输啊，变安怎？伊起码都安怎来讲？呵，我来当调人呐、啊，就把他调，把他调解掉了，不去法院的审判了，哦，啊，大家有讲好啊，啊无。无安怎吼？好，我现在就来调解。我法官袍马上拿下来，法官袍拿下来，放伫迄个椅椅仔顶，走到下面来，转落来下卡，离开伊个法官的座位，落去。啊，所有的人全部出去。啊，梁照还有法官律师留下来。啊，猛抓。关起来啊！我那无律师的身份啊，所以拢伫我好等啊，对啊，等，我等差不多是40-50分呢，40-50分啊！我听吼，就是这个太太啊，伊讲，要迄个法官吼提出一个要求来，伊讲吼卖判啦，我叫伊吼提50,000呐，啊你吼是不是往那提50,000？我多无，你提50,000出来。哦，啊，我法官啊出几万啊，安尼咱斗斗咧吼，来去做好事啦，来去献我慈济啦，吼、哦，安尼啦，听起来真好啊，好代志啊，哦，好代志啊，啊，但是我这個太太吼、哦，伊唔就是唔，啊，我伫外口咧听吼，啊，咧完了心肝底咧着急，突然听到完了，砰一声啦。砰！怕多啊！阿哥耍了讲，我是法官呢、欸。安尼啦，阿我那我是阿四啊四啊，啊这个咱这个朋友吼、哦，这怎啊？阿文四啊很四啊，看袂安怎？啊这个人哦，尹先生吼、哦，想想咧吼，我要进去，我啊不行啊，我不管，哭安尼，我爱迄个。花钱给他拍去，什么事？啊、哦，哎，法官有看呀、啊，伊讲我是他的先生啦、啊，我可不可以进来呀、啊？哇、哦，哎、啊、嘞，法官就讲，讲差不多30-40分啊，讲未行啊，啊，我叫因翁子来倒坑啊，倒个坑嘛哦，哦，进来，哦，伊就一个机会你啊，对不起，法官。就法官是这样当的、啊，安尼，哦，安尼你都别相信了吧，哦，这都不是，这都是，伊这都不是迄落，不是迄款的，一日法庭的迄落法官啊，你已经落来啊，法官袍啊，拢摕落来啊，所以人家抢啊，啊无你那节奏呀，你个抢哦，马上你就是到地下室去啊。马上就是去押去啊！哦，啊，就是安尼个枪，哎、啊，法官哦，抓起来讲，哎呦，那呢？哦，安尼没事。好，我不再当调人了、啊。哦，阿基里法官跑着枪了，就是好，我们来世纪大审判。伊讲世纪大审，即款呢，哎，搞迄个修个代志啊，世纪大审判。好，今天到此为止。啊，等通知哈、啊，哦，啊，我的单同的，啊，我就给提出证人，我唔是讲他证据呢，证人，啊，证人哦，有钱汤汤呢，
吼、哦，我咧去的时阵，你若出庭哦，你若台北超美位啊，超美位500几块嘞啊，啊，我拢讲好啊，我要叫你做证哦，吼、哦，啊，你若摕到迄个车马费吼、哦，未使垫嘞哈，大家怎啊来去？啊，你要别诶，欢迎拢伫博爱路嘛，哦，伫贵阳街遐迄个所在嘛，啊遐拢有一挂餐厅。然后迄证人的钱拢爱摕出来，啊无够，大家再搁搭落，大家来去吼、喔，去吃一顿啊，把到法院去吼、喔，当作是一个大家交易的诶一个迄落啦，变啊呢，都变啊呢，吼、喔，啊结果吼、喔，讲这个案件吼、喔，到尾迄个法官吼、喔，我听证人安尼无讲讲来了，伊就知影讲啊，这个少年囡仔吼是做唔对的啦。那现在改迄个做，也是做阿嬷的人啊，干骂噶迄落安尼，所以伊就讲，伊就伊心里有数啦。啊，温志平阿哥提出来讲，那个下一次那个证人吼、喔，迄个法官讲，不要再证人了，啊哥搞你一个，法官咧，搞你一个安尼咧，啊，我就先讲啊，安尼好啊。问你啊，他心里有数了，不要再请证人了，证人哎，拢爱开钱呢，哦，啊阿姐嘛，阿姐过来一判嘞吼，果然，迄个爱陪这个太太10万，啊个拘判拘役什么50几天，啊可以扣折扣迄个，嘿，是啊。哦，这个少年啊都无头咯，吼，伊就是拢搁咧靠咧食社区的这个迄落，啊，即嘛路去互我当伊啊，啊，搁着搁开些钱哦，啊，甲伊哦，足找我，有一摆吼，就出庭我吼，啊，出来啊，甲我讲啊，你若想要死哦，免惊，无查他做观察，啊，你敢甲我讲这个话，好，你拢有听的吼，你拢有听的。我就在下骹，按铃宣告，马上按铃宣告，15分钟啊，干察官谁到位？哎，什么事？啊，来，啊，我证人马上喝了一大堆，哈，赶快，我嘛赚5万，哈哈哈，哈哈，嘿，哦，这是要规定啦，吼。啊，我这样子要强调就是讲，翻译吼，翻译这个物件，我有经验，经过3年的迄个震撼教育吼，震撼教育吼，隆重有收到有一些心得啦，啊，这样秘书长也了解，伊知影我迄阵咧讲，当作笑话咧讲的时阵，伊了解，吼，啊，另外還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你必须要是吧？啊，上该好是有迄个国际观呐，啊，有迄个国际观呐，哦，啊，国际观你都爱出国啊，哦，而且伊讲唔是讲你去出国去旅游啦，哦，而是你爱伫外国，伫遐工作，伫遐生活，甲因做伙生活，安尼，迄款的，迄款的经历安尼啦，安尼靠迄个国际观嘛。因为台湾民政府目睭金起来了吼，都爱面对两个国家呢。迄咱无法度通啊劈开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嘛，日苏美战嘛，对吧？哦，所以啊，爱有这款的迄款的，这款的经历安尼。啊，拄拄我复合吼，啊，我也捌滴。伫外国待几啊年啊，伫遐工作安尼吼，迄个，所以呢，伊安尼甲解释了后阵吼，我才知影讲，啊，安尼我会使，那这方面吼，我安尼有兴趣啊，我有兴趣吼，伊是认为讲，利用这个这么大的政局的大改变，唔是迄个政党轮替呢，迄政党轮替是算什么？整个大局啊，拢中大改变的时阵哦，利用这时阵哦，甲建立一个示范，一个基础啦，建立咧
坚强的基础，哦，司法的基础，和迄个公正、公明、公开，清明的这款的，一个司法界啊，会当安尼有这的人吼，大家把它建立起来。这是咱秘书长，哦，伊心目中的。伊个看法，伊个迄个构想，哦，伊对台湾的司法哦，抱着很大很大的期待啦。啊，我是我足希望讲吼，咱家属那是有在座那有就咪讲哦，你也有兴趣吼，啊你啊要安尼，想要来斗三工啊吼，会使找机会甲秘书长甲透露者，互伊知影。还知呀，哦哦啊！但是不一定是一定会成功啦，吼、哦！因为各种条件，我即马就是讲爱少年啦，啊，老岁仔真济啊啦，哦啊，少年的电脑啊，哦，迄电脑啊，哦啊，即个我希望是讲，大家来共襄盛举，真济啊吼，会当将台湾的司法界啊，甲建立起来。我这方面吼，我都是这节课呢，那都是搁加啦，可以吗？是中间有一个休息吧？中间没有休息是吧？吼，哦，无休困，无休困的吼，安尼哪有要需要方便的吼？啊，主动。啊，家己主动啦吼，啊，大家饮一下水咧吼，啊，我嘛是啊，我嘛是真是啊。